欢寻芳问柳叶、哎，你就去了。后来大家一起，你不能讲我去，还有很多人呢、啊啊。对，要不要把大家拖下来死吧？你光叫我死啊？结果大家进去了以后，大概顶多20多分钟，就坐了外面沙发点香烟。哎呀，大家都到齐没有一趟，只有你还没出来。哦、我你来这里，我记得你是在跳，你刚跳，好像在韩国。因为我是陪他们去的，我就是给钱，然后我根本就他们睡觉。太，我真的是这样，我真的给他们睡觉。是这样子吗？对，我陪他们去的。我记得那女的出来，好像在扶着墙壁这样。那女的也很急啊，又不能讲中国话，不会讲台语嘛。台湾 Superman 哦 ，Superman。阁下也是深藏不露。不瞒你说，第二天呢、啊。那你们啊，打包来准备跟你走。